膝盖走路。这是什么？你这不是老梗吗？韩国瑜不是走过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不要做老梗，那个是草包在做的，对不对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没听过吗？但贵党有人跪在这边走来走去啊。您走来走，我跟你讲，在澄清，他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贵党人这样。哦，哎，我真的太爱你了啦！让我们掌声欢迎2024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。我们先把一些该做的事做一做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来吧，来，膝盖走路吧，来，膝盖走路。这是什么？他龙夜夜秀比较多预算，所以有护膝，对不对？你这不是老梗吗？韩国瑜不是走过了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不要做老梗，那个是草包在做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没听过吗？但贵党有人跪在这边走来走去啊。哎，总统，我问一下。您走来走，我跟你讲，在澄清，他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贵党人这样。哦，哎，我真的太爱你了啦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当时什么蓝白合，我根本看到国民党是这哦什么东西啊，然后没有蓝白合哦，你们输定了。结果赵少康一来，哇塞，我是国民党的忠诚粉丝啊！送你一本书好不好？因为你最近口误嘛，来这个化失言转成被秒称赞的技巧。哇，好，回去好好拜读，特别买给你的。我也有礼物送你。后天下午副总统辩论，贵宾证送给贺龙，好不好？请他来参加。哇，真假的？我加冕仪式。哇，贺龙老大，我像不像你们的青年军？国民党年轻的立委参选人，欢迎欢迎来参选，而且最好当副总统。嗯，啊，因为你是总统嘛，我就知道。